接这个时候，然后调整，也是大概到零点，3.5到4，3.5到4的，是啊，它这个高的会，这可以调节的。然后这里可以关温度，可以关的温度。那它现在已经达到60度的话，它自己已经跳开了，自己就没有再升温度了。已经没有升温度了，这个是计时。 计时，清零，清零。这个计时。然后这个就是压的时间。压的时间，来计时。这个截止计时的。这个压力计时，截止计时。这个开关呢，现在都是处于开的关的状态吧，现在打开。打开。这样。 高了，我现在调高了就没有到底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我还那个模具还高的话，我就这样呢，再调高一点。如果把模具压坏掉了，来现在更高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更高了。来，我还可以调高了。是不是更高了？对不对？如果压不到的话，就把这里调低一点，来。你说模具压不到。但是就调这个切了，不就按按着手打到这里的话就。 把手打到了，好吗？不行，一直按着的。然后这个点动这里。点动。点动这里就是调整那个。调整贴纸。按一下。可以。